位在花莲凤林镇星光兆丰休闲农场旁度假模式来经营的秋秋森旅，带给游客是一种无压力的休闲住宿环境，而里面有许多活动都可以参加。秋秋森旅是适合亲子与家庭情侣、宠物旅行、喜爱温泉的旅宿，不分年纪，很棒的旅游体验住宿。由 Home Hotel 团队打造的秋秋森旅，插旗凤林镇之后是首间度假中心加静心中心的旅宿，不仅能够眺望中央山脉以及海岸山脉，拥有得天独厚的温泉，更是提供瑜伽中心的心流静旅，让房客有机会静下心感受自然。嘴巴吐气，好，再一次深吸，然后吐气的时候你可以叹气出来，那其实我们本身秋秋呢，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经营的模式呢的核心的价值，我们是以身心灵能接触大自然，因为在花莲地区土地跟山水是最大的，并且聘请主厨运用在地的原住民料理，也提供了游客在花莲中区有一处优美的环境，好好的享用在地美食料理。那我们就是奶油这部分是我比较喜欢，因为我本身是做法式的，也是欧陆式料理的，所以奶油这部分我用了蛮多的功力在里面。那我们是用手打奶油，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马告胡椒，主打在山与山之间找到身心灵平衡、自我归属的秋秋森旅，不只是一个提供游客住宿的空间，更是加入身心平衡理念的推广，希望大家入住时能够深入的了解静心旅程的自我归属感。记者林杰，凤林镇采访报道。